很有趣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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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那个？这怎么说是塔楼吗？是屋顶啊，反正就是屋顶那边，屋顶那边。然后在屋顶那边上面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是天子笑。他们说那边你们跟那个一博拍摄了那个什么天子笑分一半的那个、那个这个剧情对不对？然后你在拍这场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？好玩的东西就是我们俩要在那个屋檐上面拍完这场戏。那个屋檐很尴尬的是，它的那个瓦片的距离非常尴尬，是我这只脚刚好陷进去之后就卡在那里面，拔不出来，然后也就是也出不了，就是定在那儿了，就会很麻烦。是不是很有趣？